这洗的脸裤这张，晚上搁这睡觉了。好，缝上了，那啥。开空调呢？刚开了一会儿，闭了。开什么？开什么？咱们你上班把空调打开开开。你有人下去吗？我不下去了。嗯，这个事儿报给你们报啊，快点解决。但是在这时间，我跟这事情解决不了的话，再解决。好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实力呗，这一百来万儿，得有那差不多的。是。但是我这装修是值好多钱啊。这都是实木，全都是实木门。把这把东西写一写。啊。我们把它写。你看，你看那左侧的电脑。